真的谢谢你们救了我妹妹。要是没有你们两个，我妹妹真的就拿着，拿着，不用，拿着，拿着，不用，拿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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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这几同志，这个钱呢，他们真的不能要，你收着吧。刚才我不是说了吗？公司啊，会给你们奖励的。这事儿，回头我领导汇报一下。具体奖励办法呢，按上限走，就够不就地。好，好，主任，俺就是不是为了钱。知道，知道。那个，好，二位没别的事了，那先这样，好吧？好，回去吧。好，等等。还有事儿？没事儿，那个没事儿，没什么事儿，你去吧。有事儿？还没接啊？啊？正义也关机吗？正义也关机。给郑国打，郑国，快！郑国也关机了。不会吧，妈，你别吓唬我。你再喝吧。哎呦，别动静这么大。别急，别急，想想，千万别动气，别动气，想想。500万，可不是嘛！昨天我们中的奖，我跟你说，你看这号我都抄下来了，你看看，看看，你知道吗？这是我们自己中的奖，现在没有了，那你说怎么办？大兄弟，我们叶子好歹还救了恁妹子的命，能不能冤枉好人？坏良心吧！冤枉你！你不要说我冤枉你，这个奖是我们用的，但是现在找不着了，怎么办啊？我跟你说，小大哥，俺去这么大那的奖票，那奖票是啥样的，我都没见过。我跟你说，俺向毛主席保证啊，俺要是拿了恁的奖票，唱下来不给恁，俺就天打五雷轰，懂不懂啊？不用跟我说什么天打雷轰，你知道吗？听我说行不行？这两位老大哥，我们这次来就是为了向你们表示感谢。没别的意思，你还没别的意思？你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，还没别的意思？那是那俺俩是傻瓜，俺俩坐着玩上就不该救你的妹妹。哎，你怎么说话呢？你怎么说话？你管你怎么说话？你怎么说话？你应该，你是不是？坐下，听我说，行不行？这两个老哥是这样的，感谢你们，真的是诚心的。我们这个来这个目的就是这个，当然我们也想了解一下昨天晚上的情况。那了解谁？了解谁？俺可不管了，走，咱回家。态度你，你什么态度？等会儿，人家也没说是你们拿的。刚才不是说，你们俩昨天救了人，拦了一辆出租车吗？是不是掉车上了？战略不义之财，也别太着急吧。这是怎么了？哎呀，闺女啊，这不就是一个电话没打通吗？那也许手机没电呢。嗯，什么手机没电啊？正大关机，正义关机，正国也关机。哎呦，哎呀，别动别动，他们凭什么在这时候都关机呀？他们太欺负人了嘛！他们家就是欺负我，赵正大爷是，他就是向着他们家人。别哭，别
别哭，别哭！我跟你讲，这一辈子的事儿啊，坐月子不能哭，知道吗？会落下病根的。啊，好了，好了，你太缺德了，缺德，缺德，他是缺德。我们长大不能这样，你想想啊，你快看看那儿，看看那儿。哎呀，老赵家的根儿在这儿呢，别哭了，我的孩子，别哭，别哭，别哭，落下病哦。赵家的根在这儿，你瞅瞅，他能把这根放这儿，他就走。赵正大，他有那么大的本事，啊！哎，快点！你马上就好了，别着急。那个，给你走，快点啊！让我们看车啊！一会儿给他拖好啊！别着急，千万别着急啊！没有，找着500万了吗？师傅，真是不好意思。不好意思啊？你们说的清清啊？你们耍着我玩呢？谁耍着？别别别，这师傅，你这样，你别生气，你得站在我们的立场上，你想一下这个问题，是吧？站你的立场，我站得着吗？过来。本来觉得我这昨晚上做了件好事啊，不留名，还没到一天呢，我就成大坏蛋了。没，停下，那耽误那事啊。500万，你们怎么不说丢了5000万呢？哎，你怎么说话呢你？哎，行，哎，师傅，对不起，耽误您出车，少说两句吧。师傅啊，你看，我来。哎呀。不好意思，师傅。哎，周大妈，不是啊，我跟你说个事儿啊，我们呢不用人了。啊，来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突然就把我辞了，我把别的活都推了，不行，我得找女人，你闺女去。这哪有这么办事的？就算有钱也不能说了不算呢。哎，找我闺女干什么？家这不是大点事儿吗？我跟你说啊，媳妇儿，你看，你一天90，对不对？不上挣，我不亏待你，这150块钱啊，甭找了。那咱的车还买不买了？我男人一会儿过来送资料。哎呀，买什么车呀？哪来的钱呢？买自行车还差不多。那我找他去，找他干什么？我跟你说还不算数啊。是，为什么呢？我们家出大事了啊！你们说的这种情况啊，我们遇见的不少。一个大奖公布出来以后啊，会有很多人啊说自己的彩票中奖了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个全国啊，就是所有彩票兑奖的这个原则呢，只有一个。你们听清楚了啊，我们是认票不认人。不是，等会儿，你说这么多，你什么意思吧？我的意思啊，很明白。就是说啊，你们不把这个中奖的彩票给我呢，说什么都没有用。我们还真不是冒领，你看，这户口本、身份证，我都带了。这上面，赵正大，这还有身份证，看，赵正大，这还有结婚证，我结婚日期是2006年12月17号，你看，这就对上四个数了。接下来的2号、3号还有21号，昨天我儿子出生，2月3号，他是9点出生的。你看，这都对上了，这我们是有凭据的。对不起，我刚才已经跟您说过了，我还是那句话，咱们啊是认票不认人。不是，那你们不能不讲理啊，是不是？那这个彩票本来就是我们买的，而且最后那个号呢，那也是我添的，是不是？我们今天来，那按你们的意思是，你们啊。不把这个中奖的彩票给我看，我们呢就应该把这个钱付给你们。那么如果有彩票的人来领奖了，我们没有理由不给人家钱啊，是不是？啊，不胡搅蛮缠吗？这不是正义呀。哎，同志啊，要么这样，等那个人拿着彩票来兑奖了，我们跟他见一下好不好？哎呦，这绝对不可以！我们是有规定的，我们有保护兑奖人身份的义务。不过呢，我还是要多说一句，
你们说的那张中奖彩票的奖金啊，今天早上已经被人领走了。什么？多号从哪儿查呀？这个啊，最后看昨天晚上最后一个电话打进来。最后后面这个8118-4123，什么号啊？这是是不是小灵通？不是，小灵通没八呀。打一打。8118-4，哎。没人接。哥，你先过去陪嫂子吧。彩票没了，你怪我吗？哥。都等你。来，多少喝一点啊！你看，别说你虚了，就是你身子骨结实，两顿三顿不吃那也不行，不是吗？你躺着不用动，来，生了点身子，我喂你啊！行了行了，妈，你让我静一会儿行不行？好，好，咱们静一会儿啊，先放这晾着，我去把那戒指洗了去。你些什么呀，护工？这事你甭管啊！你还来呀？这我来洗。不用，你别洗，你跟秦叔玩话去，快去。我跟你说件事儿啊，这事儿本来不想跟你说的，不想说别说呗。果儿，果出事儿了。出什么事儿了？出车祸了。哎呦！啊！没事吧？啊！疼死我了！这我出车祸了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昨天晚上。昨天晚上？被车撞了？严重吗？现在还昏迷不醒。谁在医院啊？郑毅在那儿呢，他现在还昏迷不醒，是两个清洁工把他送到医院的。那你赶快去医院吧。哎呀，你快去吧，这有我妈呢。那样了，你说，哎，我哪好意思问呢？你不好意思也得问。
是，那是多少？500万，听着都吓人。这要摞起来，我跟你讲，好几个人高呢。哎，你说，这正果是撞以前买的彩票呢，还是撞以后买的彩票？撞以后还怎么买呀？他买完彩票才撞的。妈，我这心里老是不踏实。我也不踏实。哎，要这样，他住那医院离这儿不远，我去看看去。嗯。果儿，彩票丢了，大哥不怪你，二哥也不怪你，你知道吗？你现在啊，都当姑姑了，你都有小侄子。我说你快点醒过来好不好？去找那个他公安局的朋友，完了以后查录像，看有没有能查到那个司机的牌照。我那叫天眼，哎，天眼，那个就能拍到。嗯，这司机可够坏的哈！你说，我知道您忙，您听我说，就是您再帮找一找，对吧？不是我不找，当时呢，你说那个地方摄像头刚好给换。那没关系，其他的摄像头还有啊。那个地段比较复杂，就一个摄像头。民警有询问的民警没有？这真不凑巧，民警当时正在……哎，王处长，哎，哎，同志，哎，同志，你听我说，同志，哎，同志，哎，别打，别打，来了。王处长，你来的正好，我这正有事麻烦您呢。啊？怎么样？嗯，再来一块。妈，你那猪毛你。你弄干净了吗？弄干净了呀，妈带花锭弄的更干净了。哎呦，不想喝了，我都喝出那个猪毛味了。你这还怎么这样？这刚第几天呀？你这得喝一个月呢。喝一个月，我不喝，不喝怎么下奶呀？再吃一口啊！哎呀，这还干净了，你来吧。真是，哎妈，我问你啊，那个，你没问问正义那钱？取出来了没有？啊，这事儿你看看，哎，正果都那样了，我怎么问呢？我张不开这嘴。再说，你说我一外人，我问三问四，人家觉得啊，我是不是想分你们家钱呢？怎么是外人呢？你是我妈，你还不应该问呢？你问就代表我。妈，你看现在花钱的地方多多呀，我这里花钱吧，正果那儿也得花钱，而且正果那儿花多少钱还不一定呢。哎呀，你看看这正果，初中一毕业，正大吧就把他弄到城里来了。上了两年技校，这刚上班几年，也没攒下什么钱。人家这一下，哎呀，我是想啊，那钱呀存到银行，不是还有利息吗？大妈那意思是等嫂子过完月子再跟她说，要不然她怕嫂子受不了。过了月子怎么可能呢？那怎么办呀？瞒不了多久，她早晚会知道的。500万呢，哥，那么大一馅饼砸头上还没砸晕呢，这就没了。你是
你说这事儿搁谁谁受得了啊？哎，对了哥，那个正果公司那块儿是不是咱得给人请假呀？哎呦，这事儿我真给忘了，行，我去一趟吧。哎，哥，哥，哎，嗓子那块儿我总不露面，不合适吧？没事没事，他没事。正果呀，在我们这儿毕竟干了三年了，这四险一金呢，我们也都给他上了，哦，你就放心吧。可是这养老啊，我们解决不了，因为他户口啊，毕竟还在农村。对，你放心吧，该报销的我们公司全部承担，都给他报了。那太谢谢了，就是，你看正果这工作他这个你放心，正果这孩子不错，人也勤快，而且啊，他话特别少。公司的人都很喜欢他，该看病看病啊，看完病以后呢，我工作还给他留着，回来上班。那太感谢了，太感谢了。你别那么客气，郑东老师。啊，还有一件事，这呢是我们公司的一点心意，您拿着吧。这使不得，真的使不得。郑东老师，你听我说，这不是给您的，这是给果果看病的，收着吧。那我替郑果谢谢你了。以后有什么用得着郑大的地方，你说话。我跟你说呀，这有咱不有了，行不？把钱要了，咱们不交这钱。没关系的，他们说这个游泳对孩子有好处，咱们有钱交啊，没关系的。我说你侄儿虚的，我跟你说吧，我什么都知道。500万没了，是吧？对不住一切，这一家子人，你说两家子话呢，有什么对得住对不住的？我跟你说，我这老太太最明事理了，雨晴也一样，但是啊，她得有个过程，不是吗？不刚生完孩子吗？是吧？你看她还说呢，把这钱早点取出来，给她存利息。她还说分五份，你爸爸也有一份，是吧？我知道了，那你生孩子这事儿还没跟老爷子说呢吧？还没呢，现在怎么跟他说呀？我想等着果儿醒了以后再跟他说吧。也是也是，到时候再说啊。为什么要用这个牌子的奶粉？这个牌子电视上老打广告，那打广告的一定是过关的。哎，丁子，我跟你说正果那事儿啊，我觉得吧，正果那儿啊，你该花钱就得花钱啊。哎，别说啊，咱现在有钱了，咱就是没钱，正果那儿不是该怎么着还得怎么着吗？是吧？哎，我现在特后悔。你说那天如果我不让正果去买那彩票，也就没这事儿了。哎呀，现在想想，宁可不中那500万，也别让果儿出这样的事儿。想想我就后悔。谢你。谢什么呀？怎么了你？瞧你在单位耍嘴皮子，到我这儿还耍嘴皮子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行了行了，你什么意思我心里明白。对了，你说咱们这忙忙叨叨的一直没给儿子起名字，你快给儿子起一个。你觉得什么好就起什么呗。觉得呀，咱儿子呀就是一个福相，知道吗？你看看他一降生，哗，咱家整个掉了一个大财箱下来。要不然，咱就管儿子叫赵德才，怎么样？赵百万呢？赵百万太俗了，赵钱贵。好好好好，想什么都好。
觉得你说这个好好挺好的。你看呀、啊，儿子一出生是件大好事吧？吧唧中一500万的彩票，又是件好事吧？然后就是果儿。我这事儿啊，我就希望他早点好起来。哎，就叫好好，赵好好，不是赵多好，你看哪个好？多好，你觉得好就好。小名就叫好好，大名就叫赵多好。哎呀，这宝贝儿子呀，太来财了，这是。哎呦，你妈做梦都没想到哎。哎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怎么了？果儿醒了。果儿，对不起，我被禁闭了。算醒了，爹。他连我都不认识了。患者虽然已经醒过来了，可他的双侧额叶毕竟有损伤。从现在的检查情况，还有他的反应来看，患者的情感中枢、记忆中枢损伤比较严重。那怎么办？大夫，不行，咱动手术吧。我不太建议手术，这主要是基于患者脑组织水肿。比较轻微，出血量也不大。另外，他还这么年轻，如果手术不成功，情况还适得其反。大夫，那我们家属能做什么？平时需要多进行训练，这包括听听音乐、听听广播，多跟他说话，特别是原先跟他来往比较好的同学，一定要多沟通。不过最主要还是你们家人，一定要多说话。这对唤醒他的记忆会有帮助。大夫，那要不要药物治疗？可以考虑静脉输液，这主要是起营养神经的作用。最好还是坚持做高压氧治疗。大夫，您还有什么招？还有什么主意？您就全告诉我们呗。还是那句话，病人的情绪最关键，你们家人一定要有耐心、信心、恒心。别在这添乱！去去去去！嫂子。啊，正义，那什么，你哥哥他怎么手机关机了？啊，我哥陪着郑果在做高压氧呢。哦，郑果怎么样了？都挺好的，就是不认人了。什么？谁也不认识啦？嫂子，你放心吧，大夫说可能要有段恢复期，可能过了这个恢复期他就能好了。那郑果那儿？你好好照顾他啊！还有，该花钱就给郑果花钱，咱家有钱，知道吗？啊，有什么好药就用什么好药，行吗？正义，正义，正义，你听见嫂子跟你说话了吗？哎，嫂子，我听着呢。正义，嫂子跟你说。咱们那个钱吧，你跟你哥还是早点把它取出来，取出来放在银行，不还有利息呢吗？对吧？对了，取钱的时候啊，最好你们找个朋友，有车的朋友，这样一块儿去，这样就不会出什么岔子，对吧？行了，
坐月子，打电话头疼。这么半天，行行行，正义，你嫂子不跟你说了啊？你跟你哥照顾好正果啊！哎，好，哎，取钱别出岔子啊！啊，嫂子，你放心吧，我知道了。我怎么不认识人了？你说这怎么跟郑大他爸爸交代呢？哎呀，妈，这事情都来得太突然，好事也这么大，坏事也这么大。哎呀，要是两个事抵一下就好。对对对，哎，我跟你说呀，这世界上的事儿就是这样，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，你说是不是？再说这钱是什么呀？老话说，身外之物有花完的时候，这话我跟你说一点都不假。妈，什么意思？觉得你说这话有点不对味儿啊？什么什么味儿啊？我就这么一说，你就这么一听，这有什么呢？真是瞎琢磨。哟，你看看几点了，该登饭了，给你热的猪蹄汤去啊！哎呦妈，谢谢你了，我不要，我再也不能喝那猪蹄汤。你喝怎么下奶呢？我一闻见那味儿就恶心。以后怎么办？你老举着不干活啊？没事儿啊，让他自己一个人。他不会，他不太亮。好嘞，哎呀，这会就该睡了。妈，你就这样，舍命不舍财。请个护工才几个钱？再说了，人家护理啊比你有经验。哟。我没经验，你怎么长这么大呀？孩子自己带哟，不自己带的话呀，跟你不亲。哎呦，他才多大呀？他知道什么呀？妈，我想好了啊，等我这个产假休完了呢，我就跟单位说，我休个长假。哼，我天天在家呀，我伺候他和郑大。那可不行，那叫什么呀？让郑大一个人在外头吧，你年轻轻的跟家待着，真是我没退休。切，什么呀？我这叫相夫教子，人家呀有钱人都这么着。再说了，妈，现在还有正果呢，他恢复成什么样我还不知道呢，这不都得靠我呀。果儿，果儿听话行吗？啊，果儿就答应好不好？不疼，很快就好。果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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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听话行吗？听爹的话好不好？真得请个保姆，请保姆就靠郑大一人，亏你想得出来，那不是还有500万呢吗？妈，真是的，怎么着？你现在就忘了？那个分法，怎么着我们也能分上200万。哎，妈，你当有钱人的妈是不是还没习惯呢？啊，不是没习惯，照你这么花法。有那200万，有花完的一天。什么叫有那200万？本来就有。哥，正果这事儿咱也不能总瞒着爹呀。你两三天还行，你要是时间长了怎么办呀？能瞒一天算一天。嫂子那边要出院了，这
成的吗？先让他回娘家，出了月子再说。妈，他都会吸奶了，刚才他，哟，他是我男人，哎呀，都下奶了，哎呦，太好了，这么快就下奶了啊！你看，我还给你买这个了，你放那边，放那边。哎，上次你不要说你买车吗？我不知道你要什么款式的啊，我就让男人亲自给你介绍介绍。放心，他说完了之后啊，送你个大礼包，值20000块钱呢。哎呀，哎，有谁呀？就进来了，我不是不让你来，你怎么又来了？这是我这，你先出来，出来收拾资料的，受你气死了。哎，大妈，你看出去说，你别跟我嚷嚷。不说了吗？不让你来，你怎么又来了？是来送我汽车宣传资料的。你闺女她要买车，我跟你说呀、啊，我们不买车，买不起车。大妈，你看我男人专门来的。对对对。谁给你们家孩子买那奶粉？哎哎，大妈大妈。拿走，别再来，大妈，您就让他宣传宣传吧。再说买不买也在于你闺女呀、啊。我没钱怎么买车呀、啊？怎么跟你说不明白呀、啊？大妈，我都知道你们家中了500万，这是你闺女亲口说的，这还能有假？我跟你说啊，那彩票对，是有500万，也中了，可现在呢，现在他没了，知道吗？大妈，您看，这早上我都问护士了。500万，在病床上，你闺女还告诉她小叔子要保管好彩票。哎呀，我跟你说不明白，跟你说不明白，我跟你说，我跟你说，哎，彩票有500万，我也有，对吧？可是现在他就是没了，你哎，大妈，你看，男人他也不容易，你闺女确实她要买车，你买谁不是一样买呀？大妈，闺女，你是不是要把大妈给逼死？你是不是想把我逼死？我这么跟你说，我没有500万，你非说我有500万，我没有500万，我怎么跟你说那么费劲？你想逼死我是不是？是不是想逼死？大妈，彩票我后来就是没了，你说怎么办吧？大妈，您别哭，您别哭，你这还以为我这欺负您来了？行行，啊，我们不卖了，我们不卖了，那走吧走吧，我们不卖了，大妈，别再来了，别再来了，那我们走了，你别。是真的吗？什么是真的呀？说什么？你刚刚的话都听见了，是真的吗？我说什么了？500万没了，是真的吗？没了。我凭什么忍呢？我怎么忍呢？傻孩子，别哭别哭，不能上火，千万。
能上火，不能上火。我跟你说，一上火那奶就回去。哎呦，不哭不哭。吓着孩子。有一首歌，我们曾经一起唱过。有一句话藏在心里，不曾对你说。有一个梦，这么多年不曾忘却。有一个人，风里雨里为你在奔波。啊，有一条路，我们曾经始终不曾对我说。有一段情，这么多年无法割舍。有一颗心，日里夜里都不能停歇。啊，不要错过，不要让幸福变成明天的传说。曾经一起唱过，有一句话藏在心里，不曾对你说。有一段情，这么多年无法割舍。有一颗心。幸福变成明天的传说。爱不要错过，不要让失落把心紧锁。爱不要错过，别以为属于你的就不去把握。爱不要错过，别以为曲终人散，爱可以重新来过。别以为曲终人散，还可以重新来过。媳妇儿我嫂子说句话他们都敢言语。行了，你别跟他瞎咧咧。哎呀，我这手刚扫完地，是该洗洗。我嘴能不能有个把门的？怎么了？我说错了吗？这事儿你说清楚了，您别因为这事儿走了。要是因为这事儿走了，那屎盆子该扣我脑袋上了。我告诉你，我爹现在这没事儿，有个三长两短我跟你没完。咱们离婚。